自从开始在网络上面分享三餐之后，就有很多朋友问我在摆盘上面是不是有独属自己的一套哲学，那我称之为错开式的摆盘法。首先呢，就是在餐具的颜色、图案，甚至是高低深浅、形状上面都有所错开。而最重要的诀窍就是我会避开啊，在餐桌上面只有圆盘，而是适时的插入像这样子的长方啊，或者是椭圆啊、正方啊，就是各种非正圆的盘子。而在所有的那个非圆盘里面呢，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 Royal Copenhagen 的大唐草。那它是由那个古典的青花文案脱胎而出，然后转化成比较现代的形貌，那所以看起来简洁利落，不管跟什么菜色搭配都非常的好看。